和老妈同一天相亲，半途老妈打电话问我，妈，我开门放你说啥呢？相亲对象竟让我这样回答，没明白，咱俩就算牵手成功了呗？你说孩子们脑子不转个的，人家工人这就直接给你报的名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别兴奋啊。我儿子吧，这28年千里马，从来没投过眼，现在是31头伯乐了。那您就是塞翁呗？啊，那倒不是，我就是于伯牙。伯牙续弦，他先出来见网友去了。你这么实话？嗯，不是妈，咱那啥，你别这么唠了，你过来呗。不然你们想着上第四学会，我去了，我爱试过。没事，阿姨，您就算不了，他也放不开。哎妈呀，那他是他谁的爹呗？我爹的年轻时候不挺狂野的吗？谁告诉你的？他自己说的吗？你这兄弟两下，又不是我教导的好，你到现在还没成年呢。你别，哎呀，行，你别瞎子胡闹了，你过来吧，转来。对呀，这呢。对，那个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。看看未来儿媳妇，妈长得太带劲了。妈，你有点深沉，那什么，这我相亲的，那个我也看看未来后爹呗。啊，对，我的还真有那照片，你看看来。老头可算个人。不是咋黑白的呢？妈呀，看你爸照片时间长，彩色照片我受不了。行，见笑了，我妈的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相亲对象，真的。阿姨，这就是您今天见的网友啊？啊，对呀，老头长得也带劲。这是我爸。哪尼？从法律意义上讲，如果您和我爸领了证，那我和他就成了一父一母的亲兄妹了。俺们李宝宝。妈，那干啥去？那咱俩，这多刺激啊，哥。